欢迎来到休斯顿公立图书馆手工时间，我们将要做快乐的小丑。这是艾瑞女士，这个手工适合所有的孩子和家庭，发挥你的创造力吧。这个手工你需要准备纸筒、旧杂志、胶棒、彩笔和剪刀。好的，现在开始吧。首先用剪刀在纸筒上面剪出头发，打开头发，把它们弄得卷一些。然后从旧杂志上剪下一些图片形状，当作脸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领结。然后把它们粘上。用彩笔去画小丑脸部的细节。然后你可以粘上领结。现在我们的小丑准备好开始表演了。如果你没有纸筒，你可以用旧的杂志或者棕色的袋子去做小丑。欢迎加入休斯顿公立图书馆手工时间，你可以在网上分享你的快乐的小丑手工，标志我们井号我爱 HPL。 下次见，再见。